饺子，蒸花糕，春卷炸成新年到，中国人的习俗总与我有关。我是一株传了几千年的小麦，最早诞生在西亚地区，来到这里的时间我已经记不太清了。稻黍稷麦菽，人们常说的五谷，就有我的一席之地。甲骨文中的来字也是用我的形象塑造的。最开始大部分人都将我煮着吃，直到石磨技术普及，面食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在春节的时候，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食材了。一桌饺子是大部分中国北方守岁迎新的保留节目，而除夕的饺子也必须放上一枚硬币才算真正的年饺子。西北地区有的地方还会将饺子和面条一起煮食，金线缠元宝，福气财运到。在南方地区，春节炸一盘春卷，金黄酥脆，迎春纳福。一碗热面端上餐桌，必定顺风顺水，身体健康。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团团转，我陪伴了人们的年俗，又年复一年地伴随着他们的四季三餐。这似乎也是我来到这片土地上最大的意义了。嘘，今天的面食要上桌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欢迎走进中国电视新闻上首档电视新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现场的四位好文青年，还有我们100位云端观众，大家过年好。一看穿着红色的衣服真喜庆，真有过年的味道，但是从各位的表情和神态还有体态来看，这几天也没少吃吧。啊，看我们这儿还有一桌，待会儿大家接着吃。不过说到吃这个事儿呢，中国地域辽阔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个饮食习惯还不一样，过年也是吃的东西各不相同。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菜咱就不说了啊，主食就米和面，一般你们吃的是什么？我们一般都吃馄饨加肉团子，南方的。那一说馄饨，那肯定就是南方。对对对，鲜肉的小馄饨。所以南方也吃面食，对吧？对。以前我们印象当中，好像面食都是北方吃的多，南方主要以大米为主。但其实南方的面食做的也相当地道，相当好吃。我小时候在广东长大，广东吃的那个叫伊面，还有那种车仔面，也是面食。有北方人吗？咱们四位当中，就我们啊，你就我们天津人吃、那个、天津人、啊、吃天津捞面，天津捞面，刺鼻儿天津捞面，那不有点像北京的炸酱面吗？比那个花样多得多，走出天津都吃不到。哦，我以为天津就是狗不理，狗不理包子，然后还有那个大麻花。有机会您去尝尝。太棒了，你呢？最喜欢吃哪种主食？饺子。最喜欢吃饺子。嗯。现在孩子们吃饺子机会也多了，过去像我们小时候那真得过年吃一回，平时包饺子那都得是家里有什么很大的事儿，包一回饺子一般吃不上。哎呀，说到面食，其实大部分面粉啊都是小麦粉，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小麦不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它是外来的农作物。但是有一个数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小麦生产和消费的最大数量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小麦是怎么从客人变成了今天中国人餐桌上的主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家小麦改良中心主任何中虎，有请何主任。您好，给您拜年，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来来，有请，好，掌声欢迎，掌声欢迎。
哎呦，今天这大红围巾真喜庆，过年嘛，高高兴兴的。而且我听说今年是您的本命年，是这样的。谢谢，请坐。今天在现场还有一位本命年的，你看他身上小兔子，今年12岁，是吧？就过了年就12岁了，本命年。哎呀，但是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小麦的，对，您估计这么多年就是不是吃到都已经。提到面食都不想吃了，已经。哎，那倒没有，还是每天都想吃。每天都想吃。您最喜欢的面食是什么？馒头、面条、饺子。馒头、面条、饺子，这是您的排序是吧？馒头是排第一。当然，西方的面包我也喜欢。哦。Pasta 也喜欢。呵 ，cookie 我也喜欢。Pasta cookie 就意面。这是饼干糕点，这所以您最后爱的还是小麦，我看出来了。我们也给我们这位本命年的小伙子出了一个任务，让他去寻找一下过年的食物当中跟小麦有关的。今天到这儿来了，可以交交作业了。这个姐姐没有不爱吃的。哇，奶奶，这是面素，都是您做的吗？对呀、啊，喜欢吗？喜欢。捏吗？捏。大馅儿小，好吃。像不像那个三星堆里面的那个文物？像不像元宝？招财进宝。OK， 完事。这么多个饺子里没一个正经的。来，到台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我叫郭汤唯，我带来了9种面食，南北方都有。你知不知道所有拿到这儿来的东西我们必须都得吃完？你带9种，你这好介绍一下吧。饺子。饺子，这我认识。哎，但饺子的包法不太一样哈。嗯，面条这打卤面，但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江米条。哦，江米条。对，完了，小时候的记忆，这好久没吃了这东西。何老师，这应该也算好，这也是好，对吧？这实际上本质还是馒头，对，只不过是大馒头，然后把这个造型做得更别致一些，然后这些大家就都熟悉了，这就是春节期间。桌上摆的各种各样的糕点，是吧？点心，哎，中间这个是什么呢？中间是面人。那您猜猜看看哪个是我的？我猜一下啊，你们三个也上来，上来，咱们一块儿找一找哪个是我们这位小朋友捏的。我觉得造型不用太复杂，我觉得就这糖葫芦是他捏。觉得是这个小兔子，你觉得是那个小兔子呀？我也觉得是，这只是我的，这只是你捏的。嗯，来来来来来，展示一下给我们的镜头。小朋友捏的，可以呀、啊。这小兔子捏出了老鼠的风格，捏出嘿，还可以还可以。这捏了多久？这个我只用了10几分钟就捏完了。哎呦，那你有天分呢！掌声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份特别的兔年的新春祝福，来来来，大家都尝尝，都尝尝，江米条。何老师，这些面食，对于您来讲，估计都是天天吃的东西，这都是您的科研对象。当然，我见的，甚至我小时候见的，比这要多得多。对。不谦虚的说，光我母亲能做的就比这多得多。哇，那个馒头。这么大，嗯，馒头就是一种礼品，过年也能送，平时也能送，平时也能送。对，这些面食啊，都寄托着中国人在饮食当中对最美好的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咱们今天啊，也按照传统来一回，饺子里包了一枚硬币，谁吃到这枚硬币，谁待会儿就可以提前提问题，好不好？好，好，来吧。看看谁有这个好运气，拿手也行。吃着了吗？
不会在我这儿吧？嗯，答案都没有。来，这样，这两个饺子里面肯定有一个有硬币，我们还是让两个本命年一人一个。你把这个给何老师是吗？来吧。没有，没有，他没有，没办法。大吉大利就是你，今天大吉大利就是你，有吗？有吗？太好了，你别咽下去啊！太好，大吉大利，新年进步，好。哎，谢谢谢谢，来来来，各位请回座吧。你看，一桌面能够让大家开心半天。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饮食带给人们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欢乐和团聚的感觉。是这样的。听说您在搞科研的过程当中经常吃的最常吃的就是面条，是吧？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从事小麦品质的研究。什么叫品质呢？对农民来说，好看卖个高价钱就行。对消费者来说，好吃好吃，最好还营养价值高。对，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能培育出产量高品质好的小麦品种，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为了确定哪一种小麦品质好，您也得经常自己去尝试一下。我估计这么多年您吃的面条，如果一根一根连起来，搞不好也能绕地球什么一周啊之类的。上万份肯定是有的。哇，上万份的面条。那您现在能就是以您的这个对面条的感觉，一入嘴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小麦的品质？那是是这样的，它的蛋白质含量，它的面筋质量，它基本上是能判断出。所以今天四位在座的好问青年，每个人也都带着自己对于小麦，包括对于您的这个研究领域最好奇的问题来到现场。刚才我们的规则是谁吃到那枚硬币，谁就第一个提问，啊，要做第一名，就你了。何爷爷，我的问题是，您未来会不会研究出像玉米粒一样大的小麦，而且是水果味的？这么说啊，现在有一些小麦籽粒，在好的情况下，可能跟小的玉米籽粒的确比较接近，并且有的口感的确很好。他第二个问题问的也很有意思，能种出不同味道的小麦吗？我知道玉米里面是有水果味的，小麦里面目前还没有。你最喜欢哪种水果？草莓。给他研制一种草莓味的小麦。那我还目前还不敢说。但是呢，肯定会研制出更好吃、营养更健康的、让你茁壮成长的小麦。但是我虽然是个外行，我也在想，玉米呢容易研制出水果味儿，是因为玉米的那个粒儿里面啊水分比较多。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玉米可以鲜食，小麦不能鲜食的很少。小麦不能鲜食。对呀、玉米你可以摘下来直接搁到锅里一煮，咔咔咔就可以啃了。小麦你不能摘一把扔到锅里，煮完了以后就吃，那不行。几千年之前，真有把小麦直接吃的，对，叫麦饭，或者是熬粥吃。听了我们很好奇，把麦直接做成麦饭，是这样。因为小麦刚引到我们国家的时候，那个年代，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北方是米子和谷子。米子、谷子和这个大米，要么熬粥，对，要么用来蒸饭。那所以很自然就想着小麦也用来做叫麦饭。麦饭
整个子里。但后来估计我们的先民吃了几口以后说，这玩意儿实在下不了肚子，想想别的办法吧。是这样，所以到后来呢，就咱们国家，你比如发明了这个石磨，嗯，石磨的发明和普及，才有了面粉。所以又到后来，就发明了这个，你比如是个发酵技术，才有了馒头这些。所以你平时在家吃的面粉啊，就是小麦磨出来的，但是现在水果味的小麦啊，确实离我们还有点遥远。这个任务交给你吧，好吧，长大了以后你来开发。对，好吧。好，下一位。赵老师好，何老师好，我叫孟天英。那么我平时是一个非常在意体重管理和健身的人。那么我最近呢是发现了一个东西，它叫黑麦面包，嗯，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它有个缺点，就是特别特别难吃。我看见热评说它比快递纸箱还难吃，然后我今天带到了现场，然后我想给老师们尝一尝。关键谁吃过快递纸箱呢？这没法比呀，这，你这就是快递纸箱啊。你就是把纸箱子裁成这个地，告诉我们说这是面包、啊。老师们都尝一下。黑麦。谢谢姐姐。哇、哦！大过年的，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我们有那么多好吃的，把那桌给我抬回来。我现在才知道刚才我们多幸福、啊。我没觉得特别难吃。其实很多东西，你吃惯了就会喜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黑麦，它主要是从营养上来说，这个口感，有一部分人就喜欢。其实我们现在也希望改良黑麦的这个品，因为它作为膳食纤维，对人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难吃了。那么您如果去研究黑麦的话，您会怎样让它变得更好吃一点？其实我们现在也真的在进行着，那就是用这个黑麦和强筋小麦进行搭配，就是做面包的最好的强筋小麦去搭配。嗯，不同比例都能找到一个既好吃又营养，能够满足你需要的。哎，但这个东西您别说，嚼着嚼着吧，是这样的，你慢慢习惯了以后还挺有味道的。再一个呢，凉的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的抗性淀粉的含量要高，抗性淀粉，所以这个消化的能力比较强，对人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好，下一位。嗯，何老师、撒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我叫孙杨。就是呢，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是小麦是富人的作物。那根据我的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小麦呢，可以算是粮食作物，也可以算是经济作物。它加工磨成面粉之后，才能变成咱刚才吃的馒头啊、面包啊、这个饼干呢、啊。而且在很多年前，这个欧洲的贵族才能吃得起这些。来之前对您做了一些这个学习和调查，我发现呢，您会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一些新品种的小麦呢，免费赠送给全世界。它是这样的，说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啊，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农业研究和培训机构，培育出来的小麦就是无偿的提供给所有国家，只要你愿意要，我就给你，让你种。你种的好了以后，你把信息反馈给我，然后我再培育更好的。它就在推动这个种子资源自由交换。其实这个科学的进步，像育种事业的进步，种子资源的自由交换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比育种技术还重要。而这种交换现在应该说是有一定条件，就是按照协议进行交换。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事实上呢，咱们国家在过去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种子，在我们国家发挥了非常重要。有一个品种叫南大2419，从意大利引进，50年代是咱们国家的第二大品，一年就种6000-7000万亩的面粉，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你种有我，我种有你，共同推动。
而且也是为了共同推动人类对饥饿的挑战。对，更重要的是种植资源其实人类共同拥有之后，其实是为了全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刚才不光是有问题提给何老师，何老师今天也带了几个小问题，看看大家对小麦了解程度有多深。做好准备了吗？要考试了，赶紧把那硬币掏出来，快！来，您给大家出题吧。品质好的面条什么时候吃最好 ？A. 刚出锅趁热吃 ，B. 等一会儿 ，C. 无所谓，你明年吃都行。什么时候吃最好？先说说你的。选 A。A， 刚出锅趁热吃，为什么？因为如果要是凉，它就坨了。就面条，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对，家长都会说赶紧吃，要不一会儿面坨了，是吧？坨了是啥意思？粘一块儿了，全都。所以刚出锅趁热吃，那都晚了。要我觉得在锅里吃。好。有选其他答案的吗？我选了 B。等一会儿。我觉得刚出锅的话会不会太烫嘴啊？他没说烫，趁热吃。哦哦哦。他没说让你一出锅马上吃。我选 C。你看啊，它的前提是品质好的面条。我估计何老师培育出来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做的面条，什么时候吃都好吃，所以无所谓。我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选 A 的占了43%，选 B 的占了52%，居然超过一半人选了 B， 选 C 的，就是我，3%，那就是我。正确答案是哪个？正确答案应该是 B。真的是，等一会儿再吃好吃。对。品质好的面条和品质差的面条，你放在一起一比，尤其经过过水以后，你再过5分钟吃，那好的面条真不一样，因为它的面筋质量很好，它不害怕风，甚至你放半个小时它都不怕。所以我说了吧，以后买面条跟着何老师买，何老师买哪家的我们就买哪家。我一般都是买比较贵的。看来贵有贵的道理啊。对呀，一分钱一分货。对。下回妈妈再跟你说赶紧吃啊，要不然人坨了，你就跟妈妈说那把咱家面条换了吧。第二道题，冬小麦需要过冬的主要原因是 A 为了品质更好， B 为了产量更好， C 为了抽穗开花。咱们像中国的北部，河南、山东、河北，包括北京的小麦都要过冬，冬小麦，为什么？我选的是 A， 我觉得是为了品质。我想到的是，因为是阳光的这个光合作用，然后会使它这个更加饱满，让它过冬充分的吸收阳光。对，好。我选的是 C。抽穗儿开花，嗯，因为一是我觉得 C 这个答案最专业，然后我还觉得 C 最玄乎，嗯，抽穗儿开花，好专业呀，那就是它了。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冬天过完之后，春天春暖花开嘛，我就觉得 C 挺好。我们种的是小麦，不是种的迎春花。来，健身教练，我选的 B， 为了产量，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经常冬天看到这些小麦什么的，然后我感觉它什么是为了产量更高一点。所以在你印象中冬小麦是从小就有？对。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也在判断，因为小麦的品质这个在中国提出这个概念不是很早的事儿，最早是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84、85年中国才开始关注小麦的品质问题。是的。我觉得还是为了产量，就农业一定是从最初的追求产量，慢慢到现在开始细分，开始有了更多的对品质和品牌的追求。我选的是 B。你选的 B， 为什么？
它到冬天的时候开始好好吸收周围的那些养分，等到春天的时候，它刚好可以把那些冬天雪化成了水，然后就可以吸收，后面它的产量很高。好，请坐。我跟你一样，我也选 B。 我们看一下观众和咱们现场的投票的结果。55%的人认为是抽穗开花，都这么专业吗？大家8%选了 B， 只有我们仨，就是估计这8%就是我们三个人。35%选了 A。正确答案是 C， 为了抽穗开花。我们仨都没关系，我是替他感到有点面子上挂不住。我站起来，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个解释。啊，这个小麦呢，大的来分啊，分两类，一种是冬性的，一种是春性的。冬性的，咱们普通的一般老百姓叫做冬小麦，嗯，也就是冬切播种，必须经过冬切的低温，嗯。它才能抽穗开花。不光是小麦，其实这个大麦、冬性的黑麦，还有一些蔬菜，你比如说洋葱、大葱，都需要经过低温。必须有这低温的。是这样的。您刚才说春性的小麦就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就跟梅花一样，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个冬小麦也是，它要开花要抽穗，它就必须要冷它一下，明白了吧？但春小麦不用。对，哎，春小麦你要一冻，反而冻死了。冻死了，这两种小麦不一样。最后一道题，以下哪个选项对小麦的品质要求最高 ？A. 全麦面粉 ，B. 干面条 ，C. 速冻面食。这道题比较难啊，比较难啊，因为它需要推理啊。我们先听听他的吧。你选的哪个？选 B。B 干面条，为什么？那因为老师刚刚说，就是面条品质好，就是可以等一会儿再吃嘛。嗯。那咱们平时下的应该都是干面条吧？对，就是挂面嘛，干面条就是挂面嘛。哎，对，所以我就把它和这道题挂钩了，我就觉得是干面条。嗯。就这么朴实的答案。他是一个套餐，答完了第一题，他觉得这道题就是干面条。何老师只是说，品质越高，它吃起来，一个是口感越好，第二个你就不用担心它坨。但是品质低的呢，也能做。你怎么还改来改去是吧？你刚才选的 B 对吧？对。没事儿，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那我选速冻。选 C 为什么？因为想到了包子，那个速冻完了以后放在冰箱里，它肯定用的质量就更好，而且贵啊。你选的哪个 ？B。看我表情，看我表情，哎，还有别的选项吗？看叔叔的眼睛。我选 C。固定吗？确认吗？来改一下，把答案改一下，改成 C。别到时候我把人家带沟里了，最后何老师一宣布正确答案 B。 反正我是觉得啊，速冻的这种，包括我现在在家给小孩买他们早餐蒸的那种小朋友那种小、小馒头啊，小豆沙包，确实冻在冰箱里，它会冻得跟小砖头一样硬邦邦的。我在想，如果这面要不好，它早就裂开了，或者对，但是拿出来以后放到锅里一蒸，哎，跟新鲜的一样，那个品质我觉得一定相对是比较高的。先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选 C 的占了40%，选 B 的占了34%，选 A 的只有25%。正确答案 C， 速冻面食。耶！你搞得像你自己答对了一样，还不是我帮你。其实您的这个解释是对的，我们是猜的。因这个速冻面食，你比如说速冻饺子、速冻面条，它对品质的要求跟高档面包没有本质的区别。嗯哼。它要是不是品质好的，要么就裂缝，
要么就裂缝，要么就是它冻完了之后你再一化冻，没错，就没法吃。所以必须用很好的品质的小麦。好，掌声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让我们再次对小麦大开眼界。接下来我将把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大家好，川菜企业肯定离不开面食，尤其是北方。我呢，来自西北高原，那就更是面食就是一切。我们的老家，农历三十必须吃这个面条，也是象征着富裕、兴旺、发达。饺子呢，是初一才吃饺子，当然馒头，那是每天都要吃。所以对我们来说，小麦的面食品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呢，很遗憾，我们在小时候，也就是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吃过一顿饱的饭。所以在那个年代，吃一碗汤面那就是奢侈品，所以我们每天就盼着哪什么时候过年，整天问着我父母哪一天过年，一小孩也不知道离过年还有多久。我的小时候，我们吃的呢都是旱地的小麦，但旱地的小麦呢，有的年份水分多一些，本来盼着要大丰收，一场雨小麦全睡觉了，倒伏了。所以呢，眼看看就要收获了，高产到手了，对不起，老天也不帮这个忙，最后收获很困难，产量也高不了，品质也好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心目中，自现在过去四五十年了，记忆仍然很深。因此呢，学习农业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很荣幸呢，我在
怎么评价什么样的面条不好？大家知道南方人北方人男的女的对面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把国家的标准做了一点修订，颜色打多少分，筋力打多少分，口感就你喜欢不喜欢，口味这里都给他打了一个分。有了分其实不好操作，同样一个品种你打了85分他只有70分，不好比较。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市场上销售的雪花粉，基本上是按70分，我把它的打分的值固定起来，任何一个面拿来以后是比它好一点点还是好很多，比它差一点点还是差很多。所以这样基本上就分成4档或者5档，它能够把不同品种的面条区分得很好。另外一个问题呢，让谁去品尝这个面条，不是所有人都能品尝面条，需要培训。但是的确有些人经过2000培训以后仍然无动于衷，他还是区分不开。为什么他区分不开呢？或者你怎么知道他没品尝面条的能力？我们每次品尝的时候有6个样品，其中有2个样品是一样的，我有一环节看你都尝不出来，那你显然是没这个能力。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培训完了以后啊，大家是可以品尝。这个大体经过了5、6年、6、7年，也包括跟国际上的合作，向西方国家学习，基本上解决了我们实验室里面怎么做面条、怎么评价面条、好的面条有什么样的指标。那育种家应该培什么样的品种，我们那就拿出来很多样品把它进行分析。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工作呢，把面条这个基本上说透了。应该简单的来说，一个好的面条需要什么呢？需要好的颜色，亮白或者亮黄也没关系，它需要发亮，需要它的筋力比较好。还有第三类就是淀粉的品质，这个淀粉的特性，我们小麦里面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糯小麦，跟咱们糯大米、糯玉米是差不多的。你把糯小麦的一部分搭配到普通小麦里面，做出来的面条就是很光滑，的确是百吃不厌。今天吃了，明天想吃；明天吃了，后天还想吃。有了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培育小麦品种。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以前都没想到，咱们老讲专用面粉要专用，蛋鸡肉鸡要专用，其实这个生物里面有一类是兼用型的，就说有些品种既能做面包也能做面条。所以我们就从引进的一个澳大利亚品种里面跟中国品种杂交，育成了一个叫中麦578，它就是做面包很好，通过搭配也能做很好的面条。这个品种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很高兴，有个农场2.5万亩的耕地种我们这个品种，并且呢在过去的2、3年2万多亩地亩产在600公斤左右，这是我们说实在的想不到的。更重要的呢是通过这个农民合作社的形式，他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这样他的小麦一亩地比周围的农民可以多收入250块钱，农民收入提高了。所以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也非常感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小时候啊，希望我自己每天都能吃到白面馍，能吃到白面条，能吃到饺子。
那现在我也希望全国人民不仅能吃到，而且要吃的营养健康。我在此都愿咱们几位朋友，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春节快乐，给大家拜个年，希望2023健康平安，谢谢。谢谢，再次掌声感谢何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谢谢您，谢谢。就刚才您讲的故事，把我都听惊艳了，我才知道原来小麦品质的确认，这背后有这么繁复的工作要做，它这当中有太多东西，可能是很难用数字来准确的计算的，它有很多是感受性的东西，包括您说专门品尝面条的那个团队，现在还缺人吗？我们希望年轻的，要到这样来。哦，年轻的，像我这年龄的不要了。也有很多观众在刚才您开讲的过程中也发来这个小纸条的问题，说何老师您好，现在我国的小麦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为什么我看新闻，咱们还会经常大量的进口小麦？我们国家的小麦总产肯定是第一，单产也是很高水平，但我不能说第一，为什么？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年两季作物，你比如说北方是小麦收完了以后要种玉米，南方是小麦收完了以后要种水稻，而西方国家，欧洲这些国家，它是一年一作。那么为什么要进口呢？一个呢，你比如说有些品质我们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所以我们要用通过科学技术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利用国际市场的优势来满足我们的国家的需求。所以这个尽管现在是过节日期间，我建议平常我都呼吁大家还是要注意节约粮食，节约是一种美德。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有一种误解，觉得生活好了，觉得物质丰富了，随时随地我们能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可以大手大脚了，恰恰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在说要把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儿。这个饭碗端牢的同时，这饭碗里的米不能撒出来，任何时候，就算有一天咱们的粮食真的多到吃不完了，我觉得也不能浪费。接下来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新的一年您期待在小麦研究上做出的最大的突破，或者今年您最期望得到的收获是什么？从全国来说，我首先希望2023年我们的小麦夏粮继续获得好的收成。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我们的新品种中麦578继续能为产业的发展，能为餐桌上的多样化、餐桌上的营养健康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谢谢，谢谢何老师，让中国人不但能吃得饱，现在还要吃得好。这过年期间咱们用个谐音梗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祝愿2023年咱们都有更多的进步和收获，谢谢，谢谢何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也感谢我们四位现场好问青年的参与，还有我们100位云端观众，再给大家拜个年，兔年吉祥顺心，吉庆有余，天天吃上大白面馒头，谢谢，下期开讲再见。